哇、哦，这个修正爽，就这个修正爽。我的八百就差个夹子，差个眼就行了。哦，就这个修正爽。都没想勾他的，是又修上去了。小夹子是。来了，我看到了。你还送刷新呢？下雨加速也不带。啊，下雨加速也不带。你怎么还可以自己送呢？咋就真敢？谁又拆我夹子？这么闲的啊？咋记？咋这么闲的一两个不干？这个空腹拆，那都是飞落底的，你们拆夹子。我操！你小子飞落不命，好，你看你怎么死。费了五币是吧？就你小子说的费了五币。被我逮到了吧？费了五币，你们会下夹子吗？这夹子好像下歪了，不这样。让他知道那边有个夹子就行。好，扑了，不着急，扑了好像就你一个救啊，那你过半了呀。哇，你刷台啊！哎呦，又歪了。那你应该要修。过啊，蚊子！咕噜噜噜，不要在我脸上！哎呦，这直接哭了。
结束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个土豆，哎呦！就是休息啊。把他杀了吧。我这都围攻。哎，他在这个后边。出来吧，皮卡丘！还不出来？藏这么深？牙好了？哦，在这啊？你怎么还在这？他让我勾他，这样他就有红了。哼，嘿嘿，不勾。这样子打不过，我操！你这敢翻进去？哎，我就知道。这没滚到他第二下，这我知道，但是没有滚到他第二下，没出息。洗地啦，小伙计，要洗啦。哎呀，他被他拖后时间，这个闪现应该交的，不拖时间了。哎，拖时间了，该交闪了，但他没出来，但他拖时间了，上台了，拿中期，中期打。墓地一台，刷个楼两台还行，刷个楼的技能。你俩从这来救？没有吗？你们从哪来救？我要从这里，没看到。你卡我卡，不是哥哥。我操，涛哥！我操，涛哥！哎呀，这没给他上一层，真难受。我二级还没了。玩不好一呀、啊，对面还在二舅的，哎，我手里这个闪现拿他一点用没有，中场是最后一台啊，冲击到永军，对面两三次就好了，因为再上一层他就要秒舅了。哎，我老卡魔、啊，我这一回。好惨啊！不要往下没溜，不要往下没溜，不要往下没溜就行，不要往下没溜。这闪没意义啊，没底牌啊，中场别修啊，中场慢点修，求你了，修了。哎，每波都浪费一点节奏，没，我擦亮了，每波都浪费一点节奏就是。
就是那个闪现没用出来，拖太多节奏了，然后右边也没掉血，右边又得二舅了，拖太多了，全是节奏。没开了吧？没开。我操，好好好，哎呦，这个板子都让他翻过去的。哎呀，这个板子让他翻过去了，不翻过去把他就逼出来，这右臂还没起来呢，我急了，急着出刀了。他刷弹飞轮的，这魔术师，我想着他，我想着他带个那个叫什么东西。哇，这都没踩到吗？我以前老场踩到了，那这技是个重的。好像哦来了，你好像他别担心给他打动了，你的哦哦哦哦哦哦哦
去逼他干嘛？是不是起来要杀我一个大猴了？就爱吃大猴，吃 Monkey 马龙猴。耶，他怎么跑了？大猴就用得出来，小猴用不出来。好家伙，小猴截他，小猴截他，大猴，大猴二。夹子还是得下，要下个夹子一定不能让。马上我就过去了。我操，牛逼啊！还人呢？那我就还在二楼啊，还二楼又一起啊。我操，牛逼啊！看一下他在不在那边休息。牛逼啊你啊！你打动了这就。第一次见他这么配合的，我说我二楼，他怎么敢上的？这样来了个飞机快。哥们，这台机都快好了，这么快，减速了，哦，跑不快，下波还要减速，下波减速我也不让他卡板。这轮这次走大洞了，那边把夹子拆了，那行吧，那夹子就是好事。他从哪来的？走失的。哎，涛哥，我操！哎呀，血亏这涛哥，那叫补一下了。哎，下次就勾一了，太贪了。哎，又贪狗，又是贪狗。又是泰国的一天，这边哎，感觉还是挂那边去吧，这边不好挂，这边挂了，把我这个夹子废了，难受吧？哎，这下右臂就可以二救了，本来右臂又不能二救了，烦的，现在一台两台，应该在这吧？不在吧？那我要回去收拾了。第四来圈，这次不谈就亏了。还有解说。一会儿肯定要起来，我要传送囚徒。在这个后面，然后走。
这个溜冰，那我也得穿吧。好了，溜冰，溜速度有点快。哎呀，刚才打他一刀，他啥啥大牌都有了，速度又也不快了。修正，这都没修。哎呀，我操！我头射进去了，我抢，我给摸起来了，在地这把又被杀了。这次摸好，摸好了也还行。这个好厉害。还得打血下雨，要么去下甲，要么打血，门口下甲吧。如果能杀快点就有机会。这一钩子应该不敢开的，我感觉。开了，我给你看，两个都没自洗的，我绕柱子了。哎呀，他一个电把我钩子都电没了。啊，他一个钩子把我钩子这一个地把我钩子都电没了。别卡别卡别卡，算这么卡了。好，这就是哎呦，这个地方没钩子，看看，他们在跟我绕，他们也挺会打路头，一直绕。这边门应该开了，不是地下吧？不是，行了。哎呦，哎，就是那个不龟，龟这佣兵早死了。就是他不龟，一个龟的救援兵就修不了这么多电机，然后这，哎呦，这位置也好难杀呀！这个三板也一直在被绕，然后他们直接开了。啊哈，他还在修了，还不走。反弹吗？我操！他沉默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不敢跳。他沉默回来了，我看到一瞬间他回来了，我都不敢跳。真的兄弟，垃圾，别放这边。一星猫 ，YYDS， 但是不挂吧，不挂我想去踩个板，就这样。
双发了，妈还保啊？疯了，不保了，那也疯了。我操，发不了他手兵，又分一个。有啥人过来锤我？哦，哦，这么帅，这多帅！哎，你是真的牛皮，你这个更牛皮了，兄弟！我操！走了走了，我走了！我操，他这翻过来锤我。你是真的牛逼，那你是真的牛逼，没有一行了，没血了，那边的，我走了，掉血，掉血就行，这把他们外面已经掉很多血了。我操，这么好！我操，古董杀这么帅的！我操，这么帅的，锤我两下，我两个盾都被他锤了，这么帅的兄弟，这是 PC 古董吧？我看一下他打完这把，看一下是不是 PC 古董。这么牛逼吗？不是他，我跳过去的一瞬间，他要一，他首先要看我跳，然后我跳过去的一瞬间，他要在另一边锤我。第一波我可以凑几个碰巧打到我，第二波，哇操，他180度，掉个180度的头再锤我，真的这么帅吗？他敲我，我都跳到他屁股后面，他把我拦下来了。听声音吧，听点位，搞这么帅的。保护啊，那边还在磨血，你都快嘎了，没干什么。最里面我能不能挂上？应该能挂上吧。好，我安手师，移形安手师，让他体验一下移形安手师的恐怖。我这些人啊，回头守个尸吧。我操，啥时候偷过人的？这个又被偷了。操，他啥时候来的？这不也没打醒？哎呦，好亏。你看见了，那边应该是一台新机，新机这不是看古城救人吗？我不能再帮帮了，再让我帮帮，我看你这不有什么妖魔鬼怪，什么鬼魅传说。先来两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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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来两
死不了，都死不了，都想他回来点。靠你哥，我是啥？我就叫他。他不敢理你，他不敢理你，雷电的话太可怕。后面就是树林。OK， 不知道。OK，OK，、OK, OK, 我还能吸一道，我还能吸一道。你带在哪？我带好了。OK，OK，、OK, OK, 我能走，我能走，我能走。不对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去哪。OK， 我去一点吧，我去一点吧。看到他了，屋最里边。没了，看到。给来个全部跳。我好，这把除了被偷人，就是古董帅了一波，没啥问题。双趴也打了。让他上楼。还想往外走。他这走位太明显了。撞车呗。再送我一下。再往空地走我就变出来了，我只不过撞不到你。变出来了。肯定不进去。哇，这里进。这里下家。这里进你还。你还这样子，哦，行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这么好，你们好像想秒救啊，我操，不要啊，看出来他要秒救了，干嘛呀你，啥意思？两个护腕还不秒救？其实秒不秒就是这把游戏都结束了，已经出来，好，被我压迫到了，出来了，看不出来我捏吧，这把库伦一次磨没卡，很舒服。刚说完就卡了，我操！这飞轮你敢这么教的？打血！我就变。吸不到，吸不到，吸不到，吸不到。我班车我来啦！现在就能投降了吧？我感觉。挂了，挂了，赶紧挂，赶紧挂。末班车歪了，我来了，这个也得挂，我有，我搬车，我搬车，快快快快快！你们快点，你们也可以搬车。哎呀，快呀！你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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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不给你砸，气死！冲啊！碎两个板子，细节两百，两百分。这把无敌破了。
每波人都排到了，无敌破轮，开局也秒到了。干嘛？你要在我，要在这跟我博弈啊？要博弈的割据呀？分了！一下盒子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在这博弈了。这局打得这么博弈，分了！高级，他这是椅子玩、哦、他这是板子玩，可以给他来一刀。哎，椅子别削，椅子削得很难受。哎呦，有点难受，他这个无敌在打的啊，还在这啊，我要走了。我浪费节奏直接闪，不能补啊，卡节奏，直接破了就是不卡节奏，直接卡这次，叫叫叫，给他了闪现，双方已经转节奏了。我操，大哥，你都跑这么快！哎，这个没好好守时，又得。哎呀，不好好守时，破两分给我。后边神飞一个大嘴巴，直接是不是偷我一下？对，哎，不好收拾，不打。哎，去一刀，好、哦、，OK， 没飞的，还好一台就差一台。我啥二号？还有一台四号，我啥二号四号？就不下来了。海里了，继续不？就这玩意儿。啊！又是一个板子娃，你小子坏得很，裸死。
我就要回去。还又是这个，还又是，这都是你呀、啊！啊，不要！哎，他把我留到现在了。喂，好黑！你好像翻箱子去了吧？在十号那边。接不去，别再翻箱子，听着没自信。不对，左边有小马，他在摸人。哎，没有吧？我为什么一直有小马？压四吧的，看到他了，他在左边，耶、yeah! ！完了，我还想跟他玩一下呢，结果他自己跑上去了。好，下班，每小时扣2分啊。然后呢？平局了。